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如何用 DaVinci Resolve 调空拍机的颜色。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如何用。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如何使用 DaVinci Resolve 调空拍机的颜色。因为呢，我们最近在玩穿越机，那我就找到台北应该是最大的一间叫做酷飞，那他们就是该卖的空拍机啊、穿越机各种配件都有。因为你玩穿越机，你就会知道，就天天都在炸机，就叶片爆炸，然后框框爆炸、马达爆炸、电池一爆炸，什么都爆炸，所以就会很常去购买东西。那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会就是几乎都会有人在询问说，到底怎么调色，或者是。DaVinci Resolve 的一些奇怪的问题，反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 DaVinci Resolve 来调空拍机的颜色。那我们就直接切换到电脑喽。OK，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啊。那当然，喜欢这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空拍机颜色的影片啦。OK， 这是我们今天 DaVinci Resolve 的调色分享影片。当然，喜欢这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是 ，Jeez。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啊。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啊。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是调色相关的 playlist 教学。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啊。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Jeez。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啦。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分享软体分享的 playlist。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啦。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对我们。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当然，喜欢这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哒哒哒。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啦。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当然，喜欢这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调色，软体分享。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啦、啊。当然，喜欢这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是调色相关的 playlist， 软体分享。Jeez。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调色分享影片啦、啊。那当然，喜欢这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软体分享的 playlist，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My name is Kai Wan，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拜拜。